potrebbe anche この野郎这什么那么丑啊不是我也不太懂潮流因为我觉得听歌这种东西我喜欢听起来很快乐的歌是吧我喜欢听歌听得太有故事了因为它总能勾起了我一些回忆回忆被勾了太多呢就很烦来来来来来请问好他干什么去好吧好来来来来来来不你去在上面勾他来来来来勾那啥也不说了呀我压这个就够了呀我家买个打钱刀哎我们蓝枪掉了吗我先把这个关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少德尔文只不过是主宰了地库而已这个是你说的到时候你讲什么时候无限火力有这力板不好玩我就希望联盟是那种 RPG 的类型那种东西这种游戏我比较想玩这种游戏呢我就特别喜欢来加个场吧那个场先接这么死你那到二我就把你越了呀
哎，最喜欢看这个《夏洛大师》。哎，你不是？这卡枪能呆呀？不好呆呀？但是我好舒服啊！我要这个直接选了，行了，喜欢他的前奏。不去看网页，德莱文马上就回来。江湖人称月塔玉面小白龙，这个车好窄呀、啊！但是石头人的塔我始终不打玉，这个英雄很恶心，还有个亿你黑不出来。这个情况最好在一点，我不用说话的，他可以代替我说话，我觉得。虽然我很讨厌石头人辅助，但是当我玩石头人辅助的时候，我又会变得就是很快乐，你们知道吧？真的，就别人玩石头人，我玩 AD 的时候，我真的我胖点猴子的，你能不能玩点正常的呀？哎，到别人玩 AD， 我玩辅助的时候，我玩个石头人，我就觉得哎呀妈的真香。克莱文踢起了裤子，开始行动了。你不知道你的闪现跟我的闪是同步的吗？竟然把我的小宝贝杀了。玩不起是吧？再把这两个刺客感觉看起来挺猛，等我再肥一点，这两个刺客直接一刀一个，我真的很难受。其实他没这个大，我觉得我还能操作他，我也操作他。德莱文只不过是主宰了命途而已。这把叫龙胆了吧？火龙增益还是挺大的，6%的护甲与魔法，之前8%，但后面火龙跟土龙都被砍。
已经变成全队人的希望了。你为什么要打我呀？我们两个那个时候身份不在一个概念。这个设备都给我，我觉得很强，超级强。先溜一波吧，这两个刺客发育的还是不错，截补刀也可以，87的。钱应该是个，你应该玩的可以。注意看，得了我们的回血步伐。哦哟，这一棒槌敲下去，真的感觉敲裂开了。我下路也是有点寂寞了呀。那德莱文抢到你应该也能打野，因为德莱文的 E 能破核心的盾，对吧？但是刀呢不是特别的好叠，我觉得。那我之前玩德莱文打野的时候，我觉得德莱文打野特别的好。他在干嘛呀？我还是喜欢这个金克斯在下路的时候，因为这样的话我有人提款，他去其他路的话我找不到人提款。哎，我这个钱就很干，我回家出不了穿甲工，还差800块。这个钱干嘛？我撑过来给我打，搞得我差点有点不太会了。先走。感觉就像他拿个导弹对着我脸上打一样，打得我有点难受。让我们来看看德莱文要做什么。我说你零杠四的卡拉丁，你为什么能在这里补刀啊？是我一记虚空之刃 plus 吗？干嘛？我说你开幽梦干啥呀？你怎么就死了？哎，你死得好快呀！下凡风了啊！还不错。德莱文只不过是主宰了地图而已。哎，木你大爷的，想跑？我根本能受得了这个气。
这发育有点快啊。不知道这个节待会能不能能不能操作，我觉得可能他压力有点大。就知道欺负我们凯达利。对面两个刺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有点怕人。回家我要给这个上一套，怎么说呢？上一课，我要让他体会一刀斩的快感。啥也不说了，回家幽梦，然后再买个大孔，我六神装。刀锋伤害应该挺高的，血伤害应该也挺高的。一刀斩！对面人表示：“哎，算了，这个追不了，这个有点没办法追。”哎 ，A 一下吧。那么小气嘛，一下都不在，多少有点坏，我觉得这个人。哎，但是我没进化呀，先假装拆。
钱干嘛？那边有点帅，我觉得。放五九九九天，哎，你迷失回家的路了吗？哎呀，这八十的暴击距离你不暴击，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哎，这姐怎么没吃够啊？哦，他们两个套子。这两个四个好像也不行啊。哎，我还是挺铁。课题是如何使用格拉姆。这个节不给我表演一首《私语沙阵》吗？皮皮皮，把你杀了！